境还蛮舒服的。我们就住在这里了。就住在这里了。嗯。这边有后厅。好，我知道，我慢慢走。不过今天没有冷成，冷到一定要穿靴子还是什么？对。黑边就是被踩，一直压，一直压，一直压，哦，这一大片。慢慢走就好了。耶娜叫我一定要注意这种东西，哦，但是我现在不能抵挡。哎，真的哎！这么暖和嘞！要看那种白色的啊！咦！